你们不是一个 team 吗？然后好像渣男哦。录影完的时候，然后下一楼，然后有粉丝在门口，然后他就拿很多东西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帮我拿一下啦。”然后看到粉丝就说：“大家好。”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要拍照吗？我看你快要演八点档了。等一下有这个维持，但是一个误会，是个误会，都是个误会。怎么误会？怎么可能误会？就是想说他喜欢拿嘛，就给他拿。哪有人这样？哪有人会喜欢拿？请问一下，你比较大吗？年纪？他比较，我比较大。没关系，你们是同一个团体啊。对。请问你是团长？我不是团长，他是团长。哇塞，那你这样还命令他？他好可怜。这个脾气不好，你什么星座？我是天秤座。坏蛋。哦。哪里坏蛋了？坏蛋。那我觉得我是巨蟹，就有点奴性。好人。对啊。有点奴性。巨蟹那个。所以很常凶你，就是。很常凶我。第二个。不顾自己形象，引来一些旁人异样眼光。怎么了呢？就坐没坐姿是其中一个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如果喝醉的话会很失控，就他会在计程车上大唱歌，开窗户就这样子，我的妈妈呀！我不会唱这种歌好不好？不然就大唱，然后我们有一次有一个他喝酒干干，他会叫妹妹坐船喽，这样就是歌的来上游对。这是我们去一个就庆功宴，就是我们去主持一个节目在内地，然后一个庆功宴，然后有很多长官，然后他就喝醉，他就说看到一个长官说来嘛，我们来跳舞嘛，这样来我来啊，快点来啦，快点长官我们来跳吧，就整个大喝醉，就很失控，现场立即的然后现场长官在这边，长官你怎么失控？就很开心啊，喝酒来来喝酒嘛。对，他就一直这样蹭，然后不是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好，不是重点是他会一直叫，等下他会一直叫旁边人也要一起，他就说你要一起来，因为你们状态不一样。对，然后他又很爱生气，所以如果我们不一起，他就说快点过来这边，现在就一起这样子，就逼你要，然后就融合了最状态。我怕我太出风头，我想说那大家一起来，姐妹一起来，这样子一起玩。这段我怎么有反胃的人？没有喝酒啊，喝酒就是这样子啊，醉撞衫，常常对我做出恶心的行为，恶心。我想他就是那个顺丰妇产科那个朴美玉的爸爸，他每次都会这样子。哦，放屁！放屁！对。然后呢，是他有一次就直接讲。哎，跟着，这个我们会真的会有，不知道你会真的玩，没有没有，然后就会真的有闻过那种感觉是，而且重点是他肠胃非常不好，他是一个肠胃不好的人，有味道的，所以他的味道都会有些是有形状的，是不是？这样放出来哦，会闻到。这个行为我觉得还好。好，那还有一个，因为我常。他还有一个，他喜欢闻穿了一整天的袜子，然后他会逼别人闻他穿了一整天的袜子，就说：“哎，你看有点味道哎。”分享嘛，是可以的吗？好朋友就要分享，好姐妹就要分享。你一定会抠脚皮，对不对？抠脚皮，啊，搓脚趾头，对不对？偶尔搓脚，偶尔会，偶尔会。你这个行为很老。在家才会抠脚趾。有当过兵的？没有。感觉是老兵的行为哦。而且老兵可能只是闻自己的，他还会闻我的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有一点味道，你有没有？我来闻看看。”但他都没味道，很扯。我脚完全没味道，骄傲。闻大家的，你闻闻看。我先不用，来啊，先不用。哎呀，是这样的人，好可怕。看不出来，对，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最重，应该是最重。天哪，还有哦，卫生习惯不好，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。这个我觉得经过上面应该不用再多做。就觉得卫生习惯不好是应该的，我应该的。你几天洗一次澡？哦，一天洗一次。
一天洗一次头，头两天，两天洗一次，还可以啦。你是头两天是说一个月的头两天？头两天，香的。他昨天有洗过，刚没有闻到，有，你刚有闻，有，我刚看你是。你要闻脚吗？你要闻脚吗？脚先不要。对，像他来我家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是会东西就一进门，然后洗，因为我是一个很。算是家里真的蛮整齐的人，然后他一进来就会这样子脱鞋，然后就这样乱踢脚，然后袜子丢飞，不是，是他家猫很喜欢去捡那些袜子，就让他们玩，然后我就让他们玩，假装贴心，不是，然后猫咬完你第二天还穿，更臭哎，猫喜欢嘛，猫喜欢给他们玩这样，要不然这样好不好？你养一只獒犬，你这样对他看他会对你怎么样？我应该要先死掉吧？那 OK， 这刚刚这样以上，这四点。你觉得属实吗？来，就是我脾气不好，我只是比较大声而已啊。然后不过形象就是，我跟他脾气不好，差不多啦。你看他眉毛多粗，没有眉毛，浓眉，浓眉大眼，知道？他眨眼睛都有杀气。OK， 那既然你不承认，那我们只好看 VCR。有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子。今天呢，我就要来揭发你们的女神陈一的恶行，究竟她是女神还是女神经病呢？走吧。头发会不会太乱了？没洗，那一天没洗头，我很确定。哎，硬要帮你交分贝，你好像流浪汉。很丢脸，丑哎！可是好饿哦，不能吃，不能唱歌了啦！东南下，快点呐！你下去好像外面而已，有多远？你干嘛不自己打？我在唱歌啊！哎，是点多歌啊？没有啊，我都还你的，所以我就不会唱。我还没有点几首哎，我才刚按了两首而已。你干嘛捡起来吃？你这样不行啊！能不能？我让你洗手。不要，你刚刚捡起来。我让你有洗手啊！不要，你很脏哎。就我现在，那是我不知道又开几台，一起旋转视线。想不到吗？我们会很想约他去唱歌，是不是？他好嗨，不会这样，是这个 KTV 舞成这样哦，而且东西就算掉到地上，他也是照吃，也照吃啊，所以很棒啊，干净啊。就比如说我们他想可以吃，打翻他就捡起来吃。